伟，我们蒋捷安立委来到现场，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蒋捷安立委向各位在座各位贵宾来问候，有请。谢谢今天的主持人，我们的行政院徐拉哥，今天大会主席，我们龙潭区福兴会区长，在场还有林昭贤市议员，还有刘应龙议员的服务团队哈，我们的陈主任，还有徐淑议员的服务团队，还有我们吕玉玲委员的服务团队，还有我们社会局的长官呢哈，还有今天龙潭区出席的所有的里长，还有现场今天的最佳主角，我们龙潭区所有的模范的父亲，还有各位保健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太嘎座，太嘎后，太嘎后，南海柳塘菜爹立法委员张建恩，大家早安，我是龙潭在地的立法委员蒋捷安，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参与今天的表扬大会，分享各位模范父亲以及所有家属的喜悦。那我们知道，其实做一个父亲哈，爸爸哈，爸爸节。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经济支柱跟精神的堡垒。各位劳苦功高的父亲，大家辛苦了，我们是不是还是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在这边要向各位劳苦功高的父亲们表达最深的这个敬意。我想数十年来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跟一个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要照顾全家的老老小小，其实作为一个父亲就像一棵大树，要不断的茁壮开枝散叶来照顾所有的子女。我想在爸爸这棵大树的保护之下，每一个家人都能够平安健康，也是生根茁壮。我想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爸爸哈，都是心怀感恩的。那在这边呢，我想除了敬佩各位爸爸们的伟大付出，其实每一个家人都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力量。所以呢，我想亲情就像是这个山高水长，源源不绝。我想作为一个子女，要记得行孝要及时，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呢，我想作为家庭的这个成员，大家都要互相的扶持鼓励，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能更美好。大家说好不好？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参与我们的爸爸节的表扬大会。那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家庭，每位父亲，每位母亲，每一位家庭的子女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每个家庭都能够和谐喜乐。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夫妇欢喜平安，太穿全什么安吉天然黑大家的重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一次的来感谢立法委员蒋捷安蒋立委啊，谢谢我们的立委呢，能够亲自的到现场来为我们所有模范父亲来功课之外呢，也跟所有在座的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保眷啊来问候，再次的谢谢立法委员蒋捷安蒋立委，谢谢您在这边来介绍桃园市政府社会局由社会工作科科长蔡慧娟科长也莅临到我们现场啊，科长好，谢谢。在这边也跟各位所有保全、各位贵宾来说一声，我们一早的时候有看到很多舞台上有很多的资讯，这一些资讯呢都是社会福利资讯啊。我想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来说一声，各位看到的这些社会福利资讯，所以呢，我们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在各位的邻居呢，还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周边有需要帮助服务的时候，各位不要忘了找谁？找我们的里长啊！里长呢是在我们地方上来服务，最知道而且能够最立即的来做服务，所以呢，我们要再说一声，里长们辛苦你们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接下来，刚刚我们看到在班政所有的模范父亲表扬过程当中，有一位议员很感动，他感动说：“我也要到台上来跟他们说声辛苦了啊！”那我们议员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希望说不要耽误到时间了啊，所以也非常的客气。但是呢，看到我们模范父亲每一位都有背后很辛苦的一段故事，所以我们议员李昭贤也想再到台上来跟各位说声辛苦你们。现在我们就来热烈的掌声欢迎桃园市议员林昭贤议员，来向所有各位模范父亲说声辛苦你们，也跟所有在座的各位里长、各位长官、贵宾、各位保眷来问候，掌声有请桃园市议员林昭贤议员。谢谢许建瑞先生，区长、委员及我们上级指导单位社会局的科长，以及我们第一排各级民意代表，以及我们在座的各位里长，以及我们各位模范父亲、保健们，大家早安，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就抵达我们妇幼馆的门口。 第一的与我们31位我们模范父亲及保眷及里长来照相，特别看了我们社会科所提供的新闻稿，有两位是我们百岁的人类，分别都参与过38年的古林头战役，以及47年的八二三炮战，甚至这两位人类都参与了当年的剿匪抗日、剿匪抗战。 第一的与我们31位我们模范父亲及保眷及里长来照相，特别看了我们社会科所提供的新闻稿，有两位是我们百岁的人类，分别都参与过38年的古林头战役，以及47年的八二三炮战，甚至这两位人类都参与了当年的剿匪抗日、剿匪抗战，以及东征北伐的战役。我想身为晚辈们，对两位人类及我们全体我们模范的父亲表示表达最高的敬意。那最后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模范节表扬大会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桃园市议员林昭贤议员，谢谢我们的议员哦，在场还有我们桃园市议员刘彦龙议员的秘书陈正汉秘书也再次现场哦，谢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各位的议员地位都来到现场来关心，因为各位父亲们非常非常的辛苦，除了在家庭上能够要为了我们所有的家计在辛苦之外呢，还要为了子女，更要为了什么？为了服务哦。所以呢
件事，握握父亲的双手，然后跟他说声辛苦你了啊，再跟他拥抱一下，说声谢谢你为家庭付出这么多。所有宝眷，给我们爸爸们来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即将再来邀请刚从欧美回来为台湾巡回演出的舞蹈团，是为我们彩虹舞蹈团，是我们龙潭在地的舞蹈团，能够代表台湾到欧美巡回，从波兰刚回来，跟各位讲他们凌晨才刚回来，所以呢没有时差的问题，唯一有的就是将这一个舞蹈表演在各位的面前，跟所有的模范父亲面前。待会我们就要请这些哥哥们来出场了，待会要带来的叫做曲目是为格格舞，各位都知道我的名字最后一个润，我是小润子。好，我们在场的各位所有长官闺蜜们，我们有请格格出场，小润子请你了。哦，非常可爱啊，再一次热情掌声。哦，